想不到九寨沟现在都有这么好的酒店了。这可是一家国际著名酒店，设施和服务都是一流的。您好。你好。那旭航先生，您好，鉴于您是我们酒店的 VIP 会员，这里我免费帮您升级到我们的高级 VIP 的山景套房，二位觉得可以吗？好，谢谢。夏教授，哎呀，什么时候混成 VIP 了？你忘了，你爸是教旅游经济学的，又是旅游协会的理事，怎么不能成为 VIP？ 嗯，那我就沾沾老爸的光。那当然了。请您二位的房卡，请收好，再见。谢谢。杨科长，这里就是我们九寨沟目前为止最豪华的五星级酒店了。他们之所以在这里投资建造，主要还是看中我们九寨沟的景色。这个酒店确实不错，如果我们在州里啊每一个景区都能引进这样的酒店，就意味着我们阿坝州的整体旅游都上了一个台阶呢。这酒店太好了，走吧。哎，杨科长，今天已经给你们三位安排在这儿休息了。李主任，你这不是说笑了吗？我们出差的住宿都是有标准的，这个酒店我们怎么能住得起？哎，杨科长，费用不用您出，我们都已经安排好了。这个费用你出，我们就更不能住了。罗红姐，你赶紧订一个酒店。哎，杨科长，这样，我给您换一家酒店。李主任，这样，明天呢你就别陪我们了，我们三个呢进沟以后去看一看，如果发现有什么问题，我们会随时跟你联系。哎呦，这个我还真不能答应。是这样啊，您看，您第一次来，不了解路线，如果你要是自己走的话呢，那跟一般的游客是一样，两天都走不完。第二呢，就是我得跟您说一下场景的建设还有构造和规划。第三就是您发现了问题，咱们随时都能沟通，我们也能尽早的改进。您觉得呢？嗯，行，那明天就辛苦你了啊。得嘞。嗯，走吧。哎，哎呀，这个山真漂亮。爸，下车。来，我给你拍一张。哎。漂亮，你看什么呢，小柔？我想上卫生间，爸，你看见能有了吗？那牌上写的，往那个方向。这么多人，爸，我看这排队的人这么多，你可能得多等我一会儿了。没事，我旁边转转，啊。嗯，你怎么插队呢？我怎么插队了？我女儿孙子不在这儿了吗？哎呀，真的是笑死人了！你是你，你女儿是你女儿，你要在这儿插队，我就得多等五分钟，你知道不？多五分钟能憋死你呀！你怎么说话呢你？这厕所是你们家开的，你想站哪儿就站哪儿啊！能少说两句吧，少说两句。哎，杨科长。杨科长，这个就是犀牛海，然后现在我们所在的缓台，还有包括这个栅栏，都是重新翻修的，比之前安全性要提高很多。其实这条沟都叫疏政沟，它的全长是13.8公里，然后有40多个海子，这个只是其中的一个。爸，等久了吧？我刚才算了一下啊，从你排队到出来，28分49秒。这么大个景区，这附近就这一个卫生间，根本就没考虑到人流量和女士使用卫生间不方便的问题。
我看这景区的管理水平真是有待提高。是啊，上个卫生间都花那么长时间，不值得。走吧，咱们赶紧去诺壤瀑布，都快中午了，你看。啊，走。